快乐，保持距离，装作不认识。你和江傲月是什么关系？从他出现在我们家第一天起，我就多了一个哥哥了。把偷拍江皓月的照片给我删掉。江皓月，你不能够早恋。我不能早恋，你也不能早恋。陆淼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哥最近不是很想当你哥呀？今天你能够来了解我的喜好，我真的超开心。你今天怎么跟平常不太一样？你不是说喜欢眼睛大大的、笑起来甜甜的女孩子吗？你眼睛也挺大的呀。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人家江皓月了吧？如果你和他能够对视超过十秒，那你们就是相当纯洁的兄妹关系。一、二、三，我连看他的照片都……这一年的我们，妄想着可以拥有全世界，但只要世界的尽头是你就好。